第一次晚上，不是早上，这么早起来。我打算去皇家山看日出。早上没有吃早饭，带了室友做的布朗尼。哇，早上来感觉还挺好的。现在到学校了，赶快爬上去，还能拍一点灯光。现在是6:01，我看看爬到山顶要多久。中途还是忍不住停下来拍一下。赶快走，赶快走，就要日出了。年轻人的小脚步，不行了，累死了，这个小山包。终于爬到了，山上还是有点人的。平常太小看这个山包了。出的人还是挺多的，这个人还是很多的。这个是我的相机，我在想人要是少一点就好了，现在是只能呆呆地站在这个人缝里。可以看到远处有一点点云彩了，我已经饿了，我要开始吃室友做的布朗尼。这个分量好足啊，我吃了两口打算放弃了。好香，我要喝点水。这是我的相机，这是我的相机，在这边拍。然后看着人家带着专业的设备来了，就在我的旁边，这是他们的设备。哦，哈哈哈哈，被秒杀了。